か。单身级地狱配对出四对情侣，其中文世勋苦着生之宴终于打动女方心房，之后女方也承诺有机会会去拜访对方开的餐厅，而最近生之宴便遵守承诺来到文世勋经营的餐厅，不过身旁还带着两个电灯泡。金贤中15日抛出一则 IG 现实动态，不仅打卡了由文世勋所经营的餐厅，还标注了生之宴以及后半段才加入的陈敏芝，不过照片中却没看见和金贤中在节目中配对成功的宋智雅。而陈敏芝也在现实动态更新消息，三人疑似是先到咖啡厅，之后再续拖前往文世勋的餐厅，三人事后还一起合照，只可惜照片中并没有出现文世勋。有趣的是，陈敏芝一加入节目就锁定文世勋，但男方却一心向着生之宴，后来生之宴戏剧性的与文世勋配对成功，陈敏芝可说是与情敌一起前往了心仪男生的餐厅聚会，不晓得这心情究竟是如何呢？